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兄弟姐妹，让我们准备心灵参与弥撒圣祭，信赖天主的慈爱，祈求他宽恕我们的罪过。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姐妹，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生童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门。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上主，求你指引我们的行为，帮助我们在悔改的道路上前进，使我们的一切行动皆能由你开始，并靠你完成。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为天主，永生永王。阿门。攻读《生命记》，梅瑟向百姓说：“你看，我今天将生命与幸福、死亡与灾祸都摆在你面前。如果你遵行我今天吩咐你的，上主你天主的诫命，爱慕上主你的天主，履行他的道路，谨守他的诫命、法令和规定，你必能生活繁荣。上主你的天主在你要去占领的地上必要祝福你。但是如果你心中叛离，不愿听从，被人引去敬拜侍奉其他的神，我今天警告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渡过约旦河去占领的土地上，绝不能久存。我今天指着天地向你们作证，我已将生命与死亡、祝福与诅咒都摆在你面前。你要选择生命，为叫你和你的后裔得以生存。你应爱慕上主你的天主，听从他的话，完全依赖他，因为这样你才能生活，才能久存，才能住在上主向你的祖先亚巴郎、伊撒格和雅各伯世许要给他们的土地上。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全心依靠上主的人真是有福。全心依靠上主的人真是有福。凡不随从恶人的计谋，不插足于罪人的道路，不参与讥讽者的席位，而专心爱好上主法律的，和昼夜默思上主诫命的，像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全心依靠上主的人真是有福。他像植在溪畔的树，准时结果，枝叶不枯，所作所为随心所欲。全心依靠上主的人真是有福。恶人却不如此，绝不如此。他们像被风吹散的糠秕，因上主赏识义人的行径，恶人的行径必自屈沉沦。全心依靠上主的人真是有福。主耶稣，我们赞美光荣你。主耶稣，我们赞美光荣你。主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主耶稣，我们赞美光荣你。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路加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司祭长和经师们弃绝，并且要被杀，
但第三天必要复活。他又对众人说，谁若愿意跟随我，该弃绝自己，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谁若为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这人必能救得性命。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或赔上了自己，为他有什么益处呢？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今天的这一段第一读经取自《生命记》，是在全书的最末端的部分。那么内容是提到以色列人进入这个福地以前，梅瑟给他们交代的关于天主的盟约，说明以色列人跟天主的关系，以及他们如果遵守盟约的话，将来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那么梅瑟对人民说，他们要做这个选择，他们要选择生命或者死亡。如果他们全心遵守天主的诫命，履行他的法律，走他的道路，那么他们将得到生命；否则呢，他们会趋于灭亡。特别是当他们选择去跟随他们的邻邦的人去拜他们的偶像的时候，他们将自取灭亡。那么他们要得到的祝福是什么？古代以色列人他们是比较偏向以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福祉来描述天主给他们的祝福，所以如果他们得到祝福的话，他们就能够进入福地，他们在那边可以延年益寿，他们可以子孙满堂，他们能够有很多土地，能够很多这个物质上的丰饶。那么旧约所强调的就是当他们履行这些诫命，他们会将得到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福祉。耶稣跟他门徒宣讲的时候，耶稣却强调了另外一方面。耶稣所强调的并不是这个世界的这个福祉，耶稣说反正说如果我们太注重这个世界的东西，我们为了这个世界的东西怕生怕死，我们反而要丧失性命。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跟随他，走他的道路，背他的十字架，我们反而要得到真正的生命。当然耶稣所讲的这个真正的生命，并不是指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享荣华富贵，而是我们能够活出更丰盛更有意义的生命来。那么我们在这四旬期里边呢，教会特别邀请我们去面对我们生活中的这个苦难。那么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不要抱怨，不要怨天尤人，不要自害自厌，相反的，我们要求天主给我们勇气，能够正视他们，能够勇敢地背负我们的十字架，然后在这个痛苦和磨难当中怎么样去为别人着想，然后一起呢在天主内能够获得更丰盛的生命。上主，万里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愿天主永受赞美。上主，万里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饮料，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愿天主永受赞美。各位兄弟姐妹，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说那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上主，请你接纳我们呈现在祭台上的礼饼，使我们借着礼饼而获得你的宽恕，更能光荣你的圣名。因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借着主基督世世处处感谢你，世代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基督四十天的延斋树立了四旬期克己的典范，他摧毁了古蛇的陷阱，教导我们克胜邪恶的教母，使我们今世能以谦敬的心庆祝逾越奥祭，来日终能参与永恒的逾越节。为此我们随同天使和天上诸圣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饼，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跟宴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基，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怜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和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怜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求你垂怜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怜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庄荣福玛利亚、她的敬佩圣罗舍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宣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血统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你，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借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宣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世代得享平安。恳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请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互助平安。赦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赦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赦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赦免世罪者，来赴盛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我主耶稣，我真心全心你，在身体上是美，我爱你超过一切，我渴望领你到我心中。既然我现在不能适应你，请赏我生命身体的恩典，愿我完全与你结合，想你实在到我的心中一样，不让我与你分离。阿门。请大家祈祷。全能的天主，我们领受了天降的食粮，请你借此圣事赐给我们恩宠，助于我们获得救恩，因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降福你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弥撒礼成，传福音去，感谢天主。